倒没了两张图，人多，一个是储备站，然后就一个是海关了。现在你们想玩人多的服务器有美东，你要去美东，你要能玩美东，人还挺多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但有一点就是海关特别多新手，但是美东咱去不了，去不了，还是来储备站跑道吧。先到机身楼，有的人也叫机测楼，其实都一样的。有枪了，地下室，优先摸到一个 AK74U，74UB 应该是。哦，之前190玩不了，对，现在210了，肯定能玩，好吧？你去试试去，绝对能玩。现在的服务器拼应该是210，好多服务器都能玩了。我自己带了 BS 子弹，先把里边的 PS 给丢掉，装上我们的 BS。BS 是基本上第二好的子弹了。装了子弹后，直接去地下，地下已经被拉闸了。还有另外一个闸，不知道被谁拉了，好吵啊！底下有人，有脚步。目前只听到一个人，左侧倒是打起来了。地下原本这个人应该是从另外一边上去了，看到一个人，一个 SR25 打掉，甲被我起空了。对面一个小伙子撇了个雷，应该还剩两个人吧？感觉刚才地下室有个人跑过去了，不知道跟他有没有打起来。我们没子弹了，只有一个弹夹。还给我丢了个摔炮，扎针了。本来他扎针的时候就感觉他要冲我，还是刚才打中他了，直接扎了一根回血针了。我们备弹里边不多，只有五颗，赶紧把他包拿走，整理一下。这个架现在先不能打了，从长计议。换个位置，兄弟们。整理一下子弹，整理好以后直接从机身楼、机测楼直接去。机尾楼，机尾楼那边可能从地下走好一点，总感觉他们两人要打起来，因为这个信息我知道的，一开始地下是有人的，然后从另外一边摸他们屁股去了，地下应该是两个人，但是有个人猫起来了没动。我们从机尾楼下去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顶端，不会被架在中间，慢慢的摸过去。他知道过来了，有人在摸包，趴着可能是站起来了。他也知道我们在这边，在瞄我们，我们一点点 pick， 看到了，一枪打掉。你们可能没看清，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们看回放，拿出去一枪头搞定，擦个枪枪。应该是我走了之后，他们这边又打了一架。我看到地上又有一个尸体，刚才是没有的，有一个踩体的声音。最顶端有人过来了，看到一个人头往这边瞄了一下，应该是从皇冠楼过来的。这边可能打得比较凶，从皇冠楼直接过来，想看看这边发生了什么。感觉像是一个刚过来的人，没有什么信息，一直在搜索什么。一把喷子，三枪带走。以后走这种黑的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确定没人了，这边还有两个尸体，门口这个是我们打掉的，我们确定底下没人。这边居然躺了两个，还好刚才我们跑得快，跑得慢的话可能我们就没了。这个人一把VSS 100M4， 祝你了，来个快板。包里有一个烂的甲，烂的甲是我打掉的，他捡起来了，这个东西咱不要，头盔可以拿走。应该是 VSS 和 M4 的人在这边打了一架，趁我们刚才转移的时候，两个人小伙子都卡在这里了。看看我们刚才打掉的，感觉这个人是个小孩，等级不高，身上也没什么装备，拿了一把喷子，四处张望，想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，好奇把自己害死了。哎，储备站人就是多哦，感觉是个小孩，也没什么装备，是吧？储备站人就是多，六级，六级的小孩没有耳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拿一把喷子就过来了。
储备站还有一个名字叫储六站，各个地方都可能藏着老六。那能直接跳那个上面吧？在这边研究老六的点，有一个采集的声音。底下来人了，跑着跑着倒地就睡。一个玩家 scout， 又有人拉闸了！哇，天哪！其实玩储备站最烦的就是这个拉闸的声音，希望官方以后声音调小一点，声音太大了。赶紧去填包。不是这个地方架不架三个点位，你就卡这边这个人就行。一个玩家 scout。哎呦，这是玩家 scout， 身上也没什么值钱东西，哎，倒是有10000块钱，刚发的工资，一颗手雷。这个玩家 scout 来了以后，基本上就没什么 PMC 了，赶紧溜吧，这局太吵了。